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刚子，来废品站了。这是一个酒塞子，这压扁了，这么塞上的，新的。收了一些价值项目，这是盛酒的一个盒子，这盒子好，很好看的，五鼎福的，惠民的，哎，讲菜。五鼎福酱菜哈，对呀、啊，挺出名。孙子故里五鼎福酱菜至今已有400年历史，早在明朝时期就有小菜作坊。啊，放酱菜的，我先放酒的了。五鼎福也出酒啊？小本本的，不是钱包。啥？名片包。让我一惊，我以为是钱包呢，全是名片。啊，看这个盒子呢，这个盒子有的吗？这个是，这也不是盛酒的，这是陶瓷的，淄博的。嗯，陶淄博也是特产陶瓷，已经送礼的。我天啊，金葫芦了！哇，这个惊喜太大了吧！打开箱子，看到一个包葫芦的。打开神秘箱子，发现包葫芦一枚啊！那咱看这个包葫芦有啥哈？五档金蛋，成金蛋的。金蛋是怎么做的？这不能乱闻啊！有毒啊似的。啊，这个瓶子挺好。哎呦，小摇丸是吧？看这金丹，嗯，是吧？嗯，小柱柱，金丹真是金丹呀！这是这样吗？看这是啥？好，原部的，这是一块的，这些全是新螺丝的，看一下啊。这么多螺丝，我天，全是螺丝。嗯，看，都是新的，是新的吧？对呀、啊。上面有油啊，不愿冒。也不少啊。啊。嗯、也有钻头呀啥的，一大堆呀、啊，20来斤啊，那小的，小膨胀螺丝。行，看还有啥，上里边转转。前会儿好东西都上这个牌里放。看了吧？看了，我看了。这个线是剪咋这个键盘？这边是这个口。这边是这个口，这是这个呢，电脑线，这都是新的。嗯，电脑线它是咋个接上呀？现在用不着了是吧？对呀、啊。一袋子，全是。这包的，好，看。包里真有货嘞！啥货？宝贝啊！好一个手表嘞！手表两个卡子，看这两个卡子漂亮吗？挺漂亮。金光灿灿的手饰这是？嗯。是不是手饰啊？对。嗯，手表。这手表多高档啊！高端大气上档次，满天星，里边全是钻。嗯。啊！买它！离家去带货不是吧？下步废品站带货了就。还有啥？化妆盒。化妆盒。
的全是铜，看到吗？一盘盘的铜。行啊，今天就到这了。这是个啥？哎，这个手机上的是吧？对呀、啊。手机那一套，哎，不像。不是，不是手机吗？秤上的。对。是吧？对。一个电子设备。朋友们，这个视频到这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关注我，拜拜，各位。